家境是田村囡仔嘛，啊也袂无读到啥物书啊。国考了，读国语才读到三年尔，毕业了就一年出来好好奔波吼。迄当阵的家庭无讲介好，就是想讲看有啥物钱会当赚无，会当去做无，就是尽量要去做安尼。结婚了后，才知影讲有组织这个团体这么好吼，伊家己做这个组织安尼。会感觉讲，还佫有路用啊！无干物想讲，干那是干那会当煮饭带囡仔安尼。伊招伊嘛吼，有法总实在迄当阵吼，啊，咱就想要劝募嘛。啊，我迄当阵才想讲，啊，无我来做一寡账来义卖，连续煞做一个月中间吼，做差不多七八百斤的米嘛，做万外粒吼。哎呀，有钱出钱，无钱出力，就咱就会当做，就是家己来安尼做啊。咱自己的师傅就要推广那个素食吼，素食的啊。伊只讲吼，你讲要叫人食素食吼，敢那讲有当时人嘛听无啦。过去现煮之前会食较，食到遐会知影讲这是滋味是啥物啊。因为到遐上药啊吼，你打开你若无渐渐的若无被收起来吼，会去插到人，卖去插到家己做人嘛是得敢那亲像海绵会当出在人手的。在这个组织已经做这久啊了吼，做中学、学中学嘛吼，啊，都师傅也是进师于进艺术嘛，伊嘛是着爱哪做哪学啦，嘿，已经七八十岁啊了吼，搁会当学过偌济吼，尽量学吧。